香港人每年食咗2000多万只鸡、200多万只猪同100多万公吨肉制食品。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估计，到2010年，中国对猪肉同鸡肉嘅人均消耗比1995年增加超过50%。嗱，我哋以往咧就养猪咧，大概需要嘅时间咧，一年时间先养到只猪。咁而家我系需要6个月咧嘅时间咧，就可以达到咧100公斤嗰个水准噶啦。住个空间太细，群体太多，患病嘅机会就高啊嘛。市场对肉食嘅需求越嚟越大，要刺激生产、增加供应，唔单止要改变禽畜嘅习性。对环境、对人类亦都构成伤害。饲料厂可能俾你嘅饲料咧，3斤料就可以养到1斤猪。我哋系一日大概20多公斤鸡粪到啦。讲起只大猪咧，正常嚟讲咧，每天咧就系大概会产生6斤嘅嗰啲屎屎尿尿咁。我哋一头公猪咧，就系话最有经济价值嘅咧，用到5年左右咧，我哋就唔要噶啦。农场结业啦，啲母猪啊，同埋其他淘汰猪多啊，咁啊处理唔到，唯有就掉去咁啦，咁啊掉咗嚟垃圾站啦。喺元朗经营猪场嘅郑嘉诚，呢日翻去猪场途中，发现一只公猪被遗弃喺垃圾站。渔护处工作人员准备带佢走。翻去睇下有冇人认领，我都唔得。如果冇人认领，我哋摆几日咧？如果都冇人认领，我哋人道毁灭。等落咗。政府在去年6月推行自愿退还猪场牌照计划，目的是要逐步减少现有猪场所造成的公共卫生和环境污染问题。到现在已经有40%猪农申请结业，郑嘉诚是其中之一。其实我这个场做了很久，做了有20多年了，但是在在我接手之後咧，嗰幾年咧就喺2000年嗰個時候咧，我全部翻過曬嘅，甚至乎一塊水泥我都全部同佢翻過曬。呢2-3年啲生產正常化咗之後咧，就我哋又要面臨嗰個結業嘅困境啦，所以我哋都即係好唏噓咯，喺呢一行業都覺得。前年政府亦都以同樣理由，要求雞農自愿交回牌照。不过李良基就坚持要继续经营自己的鸡场，个心好忐忑噶。我自己读书少，咁我先至由工厂转嚟做农业。因为我两个小朋友仲好细个，唯一考虑就话咬着牙根，点样挨大两个小朋友咯。35蚊只，大只50。根据李良记的经验，而家香港人食鸡只系一味要求价钱平，对品质反而唔重视。而家好多酒楼咧，已经系用咗冰鲜鸡去代替咗我哋香港嘅鸡，咁变咗就，所以我哋香港养鸡咧，
就由我哋以前嘅養每個月產銷成10萬雞咧，就跌到而家咧得2萬雞。我哋唯一就話要講句唔好聽，就係將價就貨啦，將嗰個雞種改大佢，改大咗之後咧，就從而令到個生長速度快咗。以前我哋需要3-4日養嘅，我哋而家1日就可以做到嗰個質素咯。李良基承認，高密度的工業化農場講求的是成本效益，所以就算養殖方法違反雞的習性都沒辦法。大自然的情形之下，它的嘴尖是第一是一個武器，可以打交的，用來保護自己的草根或者蟲蟻，它是會用個嘴去啄它出來嘛。如果我哋喺籠養咗之後咧，比較密啊，個雞仔個情緒又會暴戾啲嘅。咁如果我哋唔將佢壓咗嘴咧，咁佢容易咧就會襲擊。有一隻雞俾襲擊嘅時間咧，就所有嘅雞都會襲擊佢嘅。咁嘅情形之下咧，就會令到嗰只雞會死亡。擠迫唔單止影響動物嘅情緒，仲會增加佢哋嘅患病同死亡率。一定有啲好強壯嘅，一定有啲會弱身少少嘅。咁弱身少少嗰啲咧就會容易有事，有病咧，咁就會令到嗰個疾病會帶起一個群所嘅關係咧，就會可能會成份雞仔會爆發病噶嘛。喺擠迫嘅籠入面，雞一有病就好快會傳染俾其他同類。李良基話：遇到咁嘅情形，唯一嘅辦法就係要用抗生素對付。我哋睇到嗰個細菌嗰個抗藥性高咧，咁我哋唯一可以做得到嘅就係話，我哋盡量去管理好佢自己嘅雞群，就令到嗰個雞減少咗嗰個疾病嘅情形之下咧，就從而避免抗生素，先至係避得到濫用抗生素嗰個問題咯。我記得我在80年代初期的豬咧，就算你用一種很普通的藥物，稍微用少少抗生素，它已經是見效嘅。咁喺近年近呢幾年嚟咧，用咩藥都冇效。呢種工廠化生產咧，對嗰個豬嗰個生態或者任何生態都係唔係咁理想嘅。豬係群體生活嘅，咁如果你要將豬咧一隻隻咁隔住養咧，當然係冇咁好啦。因為香港的地方少啊，一格一格咧就方便管理。我哋每日出產嘅糞便咧就好多噶啦，大家你睇到呢啲咁嘅桶咧，每日咧大概咧係20桶。鄭家成翻新呢個豬場，最大嘅工程就係重建呢一個化糞池，淨化清洗豬糞嘅污水。然後排出去，避免污染環境。但是就要消耗大量電力。天氣好嘅咧，我哋每日最少打10個鐘頭；如果天氣唔好嘅咧，我哋要打佢差唔多20個鐘頭，先至可以打得起，即係打到佢合標準。單係處理呢度3000隻豬嘅糞便，需要嘅電費每個月就要7000多元。根據環保署的資料顯示，香港每年平均收集到52000公噸禽畜糞便，當中能夠製成堆肥、循環再用的就只有1.5%，其餘通通運去堆填區。嗰個能源的浪費啊，同埋我哋攞翻出嚟嗰啲豬糞啊，咁亦都係攞去堆填區啊，咁啊其實兩重的污染嚟嘅。俾佢運動啊，肌肉結實啲，咁啊個脂肪就增長多啲，多啲豬肉滑啲。好有滿足感噶，啊，佢開心時我開心。
谭强自细就跟爸爸养猪，佢话自己以前都好似大部分猪农咁，喺短时间内尽快谷肥啲猪。十零年前咧，嗰时用嗰啲有，嗰时每一个都加啲哮喘药俾啲猪食嘅，咁啊食嗰啲猪咧就啲肌肉结实啲啦，同埋冇皮下脂肪啦。但系经过一轮出咗事，成日有人入院啊咁，系嘛？跟住發覺啲嘢原來咁殺曬，原來咁犀利。你揾到個錢都唔安樂，遲早又係煙消雲散。五年前，佢決定唔再用合成飼料，唔將哮喘藥或者其他化學成分溝入飼料度喂豬，而改用市面容易買得到，甚至由自己種嘅天然飼料。有啲肉桂啦，我係俾佢保健嘅。有一隻叫龍尾草，啊個龍尾草咧，食咗啲豬咧個膽固醇會降低啲嘅。我飼料啊，全部都係用植物之前嘅飼料，啊唔會加啲動物啊動物嘅蛋白落去啊咁。上一代叫豬乸菜，有一個叫水蒲鏈，啊呢樣嘢好高蛋白噶，咁啊俾豬食，啲豬誒生長得快，又係健康嘅嘢，完全冇農藥冇成噶。豬食乜嘢，隻人就食乜嘢，吸收乜嘢，啊，所以盡量要做啲健康嘅產品出嚟咯，為下一代啦。譚強自從改用天然飼料之後，養豬嘅時間由六個月延長到七個月，飼料嘅成本亦都增加咗兩成，結果豬場由賺錢變蝕本。所以呢啲咪報應啦，落哮喘就賺咗啲錢啊，養呢只豬蝕埋啦。少少病咧，有少少咳啊！我嘅職責就係要成日巡住啲豬，睇下佢有冇唔健康，睇下佢開唔開心。一唔開心啊，畫住佢，等佢啲伙計同我搞掂佢。豬有病，譚強發現原來唔一定要用藥，反而將病豬隔離呢個方法更加見效。趕到第二度啦，趕去一個安靜嘅地方，唔好俾啲豬恰到佢，唔會打到佢。過幾日佢自然好翻佢。为了想看看自己的试验成果，去年谭强拎他的猪肉去做化验，看看养出来的猪肉质和在市面上买到的有什么分别。高钙的，高钙低胆固醇的，不饱和脂肪酸相对比人高的。好像我的水靓，一验了个报告就含原量完全没有，得零的，都是我的自满来的。谭强的猪肉比人家大约贵一成，生意一直都麻麻地。在前年，食物安全问题在香港越来越受关注，他的生意先至出现转机。猪啲球菌爆发嗰时，啲人惊啊嘛，惊啲猪有毒啊，咁我啲生意开始好啦，所以咁我就转亏为盈。眼见生意好转，谭强曾经谂过将农场扩充，甚至向政府申请起一个露天运动场。俾啲豬運動同埋曬太陽，因為我想要做嗰只豬肉係全部嘅硬脂嘅硬嘅脂肪嘅，即係俾多啲運動佢啊，俾多啲紫外線佢咧，佢個脂個脂肪咧變咗硬，唔會係軟脂，咁啊食落口感啊好好多嘅。呢項計劃因為政府唔批准而落空，加上去年政府又宣布。要豬農交回養豬牌照，譚強話自己心灰意冷，決定在今年裏面結束豬場。收牌冇所謂㗎，啊，消費者損失啫嘛，啊，我已經有滿足感啦。你喺香港養多隻豬，你都要攞牌，但係我哋喺呢度一搞個農莊，咁咧就養雞、養豬、養羊都可以得。所以嚟講咧，我覺得喺香港冇辦法達至到我想要做嘅嘢咯，所以我先至會嚟到呢度。六年前，滿叔喺鄉下揭東租咗2500畝地，實踐有機養殖大計。佢認為農民應該因應土地嚟計劃生產，飼養牲畜要同耕種結合，令資源循環再用，先至符合環保原則。
我哋食幾多就污染幾多。咁如果能夠將翻呢樣嘢回復翻以前嘅食物鏈嘅嗰個構成嘅知識嚟講咧，咁我相信嚟講咧，就可以解決咗而家一啲嘅物質嚴重污染嘅問題咯。滿叔所講嘅食物鏈源起，從工人每朝一早打掃豬欄開始，就可以充分體驗。清洗豬欄嘅水，一部分會流入魚塘度餵魚，其餘嘅就流入呢一個水池度。滿叔話：洗豬欄嘅水可以滋養浮萍嘅生長。呢一種咧就係我哋叫做青飼料啦。咁咧呢啲咧就係增添佢嘅維生素啦，同埋葉綠素啦，令到佢咧唔會咁熱氣，所以咧豬就唔會咁多嘅毛病出現啦。养猪嘅饲料满叔全部喺附近取材，一方面可以悭运输成本，又可以做到物尽其用。嘅鱼粉嘅来源咧，其实就系话喺我哋嘅周围嘅周边嘅渔场，大条嘅拎咗去卖，细条嘅冇人要嘅嗰啲咧，咁佢哋咧就会车晒嚟我哋呢度，系用米去到蒸酒，酒渣其实成为咗咧饲料里边嘅一个蒸料啦，所以嚟讲咧，佢对佢肠胃里边嘅一啲消化菌咧。是非常之有幫助的。農場養了600隻豬，滿叔每天將豬糞送到沼氣池進行分解，產生的沼氣可以用來發電。在我們整個農場的運作需要的電是很大量的，因為裡面就有飼料的粉碎，也有兒童的打氧抽水，還有就是說整個場裏面的動力都幾乎是用它。我們以前呢每個月要交10000多元電費的，但是經過了這個的手段之後呢，我們現在呢每個月剩下幾百元而已。香港農業式微，令到一班有心人難以繼續下去。滿叔渴望更多人嚟呢一度開辦呢一種將農業同畜牧業結合、着重環保嘅農場。喺塊土地上邊，我叫啲專業嘅養雞嚟呢度養，叫專業嘅養豬嚟呢度養，叫個種菇嘅嚟呢度種，叫個種菜嘅嚟呢度種。當咁多個人都嚟做呢樣嘢嘅之時嚟講咧，好自然，我要嗰個效果就已經走咗出嚟。咁呢個咧就係我自己最大嘅一個抱負。在香港有40%的豬農打算結業。譚強說他對做農民仍然興致勃勃，打算轉行養羊養魚，甚至釀製古法豉油。好鹹，幾靚的溶度啊，個鹹度啊，鹽度即係25度，比重咧就1.2幾。我本身我中意食魚，出面買唔到好嘅豉油，咁咪啊自己做啲豉油嚟食，即係純天然釀造咯。我哋真係乜都唔使溝嘅，就咁樣，即係經過滅菌下就得噶啦。飛燕，係啦，攞啲豉油俾你，啲糖抽啊。好靚啊！冇佢。番薯苗。咦，你自己種的？自己種的。哇，呢啲精彩啊！咩嚟？啊，檸檬啊！哇，意大利檸檬啊，呢啲。香園啊，叫做。好香。呢一晚，譚強帶埋自己種嘅菜、養嘅豬，同一班朋友分享。即係只豬攞上手咧，已經係彈嘅啲肉，肉質個感覺都唔同。其實我哋細個以前食好呢啲肉類啊、蔬菜咧，其實都有佢本身嘅味道嘅。但係其實而家係全部都冇咗，同埋統啲味道統一化咗。始終一分錢一分貨係願意俾嘅咯，但係你市場冇選擇，就係即係對於我哋係一個不幸咯。我覺得。俾兩斤辣條蝦我，唔該。滿叔幾年前提早退休，唔再做大廚，轉行自己養豬種菜。
原因是他发觉无论是肉抑或是菜，味道越来越差，吃落肚都不知其味。到了现在就是因为要它大得快一点，所以它很多的纤维都变了。譬如肉它本身的味道不好，那我们可以加味精。它的颜色不够，我们呢就可以呢就加色素。好了，我们为了要它有个特殊口感，甚至乎落一些的化学的药品是令到它呢改变了。它自有的呢剩下就是口感。我教你啦，同佢做一做运动啊嘛，咁佢先至离学啊嘛。我而家样样都贪平，结果我平翻嚟嘅芝士嚟讲咧，好可能我真系要用我自己嘅健康嚟到买呢个单，咁我觉得好唔值得咯。我因为佢平，我哋会买多好多翻去，但系其实食咧食唔到几多，跟住我哋就补咗啦，造成嘅呢种浪费咧。其實對整個環境的影響都非常之大。跟住嚟揾嘅係東張西望。